在是2015年，我是20岁的白露。你呢？现在在哪里啊？在做什么样的工作？这是一封写给8年后自己的信。28岁的白露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们的夏天快要过去，晚上却依然会被蝉声叫醒。记忆里的那个夏天好像也是这样的吧。我是28岁的白露，这里是2023年。